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禹，话说宋朝。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国贼死去，赵构定下基调，难兄难弟儿，金国皇帝发疯。咱们说这金熙宗，在金兀术还活着的时候呢，心性仁慈，宽厚的胸怀，就算在汉族的贵人当中也不多见。可是金兀术死了没多久，这人性情大变，没白天没晚上的喝酒，酒后更是残暴，不是用鞭子抽周围的人，就是拿刀子砍。一个月之内，他居然亲手杀了他的皇后、四个妃子以及他的亲生儿子，啊，魏王完颜道济。这种反差很显然是不正常的，其原因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啊，不难得出答案。比如年龄和压力，金熙宗16岁登基，30岁才等着金兀术死。16到30岁这段时光，正是一个人最青春、最洒脱、最富有想象力的岁月，可是他却没法享受，只能在无尽的危机压抑、刀兵血火中算计着度过。这会积累下多少负面情绪啊，好不容易云开雾散了，却迎头撞上了一面更加坚硬的墙。谁呀？他老婆金熙宗的皇后裴满氏，出自女真大族。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几位皇妃当中啊，就有裴满氏的族人。这位皇后那从小是耳濡目染，被培养成了一位杰出的全职女性。就职之后呢，把自己的老公搞得那叫个欲仙欲死。按说皇后的地位啊是非常高的，从概念上讲，她与皇帝是一体的，两者没有高低。可无论怎样，这是一个男权社会，再怎么强势，你也得让男人有起码的面子，得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职场上，再比如说欢场上，这个裴满氏啊，醋味极重。她的男人贵为皇帝，可只能和她一个人亲热，别说外边的野花了，就连合法的嫔妃们也必须被她给隔离。而且他这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盛，皇宫里唯我独尊远远无法让他满足啊。他如月的号臂从皇宫深处伸出来，一直伸到皇帝的宝座旁边指指点点。可怜着金熙宗，他工作的时候不仅要留神满殿的虎狼之臣，还得小心后宫的虎狼之妻。长此以往，你说哪个老爷们受得了？以前是不得不受，在忍受一大堆神勇的开国完颜的同时，顺带着忍受着他。可是大权独揽了呀，这个疯狂的女人不仅没有产生敬畏及时收手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她觉得形势大好了，她的权力地位都得水涨船高了，你让金熙宗怎么办啊？管教、打入冷宫啊，还有什么废除这个皇后啊，这些手段啊，这不就是三大管理手段吗？身为皇帝，你对照执行不就完了吗？可是这个事儿啊，不适合金熙宗。他饱受折磨的心灵习惯性的遇到压迫就隐忍隐忍隐忍，然后到爆炸。金熙宗忍无可忍，剁了这位了不起的全能女士。平心而论啊，这玩意儿有点太血腥了啊，还没必要，但是应该可以给他足够的安慰了。只是呢，金熙宗收不住手了，见了血的刀子就像一道被冲开的堤坝，积压了15年的怨毒像洪水一样冲了出来。爆炸中的金熙宗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，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坏人，他受够了，再也不想忍了，只想痛痛快快的报复报复再报复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很多人血肉横飞，屁股开花。注意啊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权贵以及经常出现在金熙宗身边的亲信。再注意，这些人呢都没死，只是被打出了血，捅了几个洞而已。而据此而论，金熙宗这个人呢还是心存善念的，没有借酒装疯以势压人，随便草菅人命。那么这代表着什么呢？是事情还能挽回，他发泄够了之后恢复正常了，还金国还能长治久安吗？错了，他呀就死在这点残存的善念上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女真人立国已经到三代了，其本性仍然凶狠野蛮，根本没有什么礼教，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都没有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欲望是本真而直接的，比如权力、金钱、女人和安全，这是他们的全部。无论谁威胁到了这些，都必须去死，哪怕那个人是他们的皇帝。金熙宗在发泄中打了一个侍卫100大棍，这个侍卫啊叫大兴国。
打了一个亲戚一顿板子，这个亲戚唐古变。至于俩人是什么亲戚，唐古变呢是他的女婿。据记载啊，被打的人吓得整夜发抖睡不着觉，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咱把皇帝宰了得了。南宋绍兴19年，公元1149年，今黄统9年12月9日夜，这帮人带刀进入金国皇宫，大兴国是侍卫，有进宫福信，唐古便是驸马，内廷熟悉，这让一切进行的静悄悄。他们一路摸到了金熙宗寝宫大门外，那一天金熙宗和往常一样喝了个烂醉如泥，由于他每天都会砍人，所以手边常备着一把宝刀，同样由于每天都要砍人，所以谁都躲着他，所以寝宫里边这时候可就没人料，声息皆无，突然间大门被撞开，一群人是蜂拥而入啊！黑暗中宿醉的金熙宗突然惊醒，习惯性的向床边摸去，抓起他的宝刀，可是他什么都没抓着，夜是那么的黑，来的人是那么的急，他只在床沿上划了几下，刺客们就到了。刺客第一刀的时候他仍然在找自己的刀，第二刀的时候他可倒下了，也许这时候他会发现他随身的宝刀原来就在床下不远处，可是什么都晚了。大兴国是他的贴身侍卫，事先只是把刀从床上放到了床下而已，之后那几刀才是真正致命的，砍他的人牢牢地摁着他，致使喷溅出去的鲜血染红了杀手的头面和衣衫。完颜亮金熙宗至死也不会相信啊，杀他的人居然是完颜亮啊。他们两个人在幼年的时候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那个时候金熙宗6岁，完颜亮3岁，两个人不仅是同血脉的族人，更有亲兄弟一样的过往啊。刺客们在皇帝的血泊中喘息，他们成功了，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名字，额夫楚克、完颜思恭、完颜秉德、完颜乌达、完颜坦真、大兴国唐古变以及完颜亮。完颜亮在他族兄的床上坐下，确立了新一代金国皇帝的地位。这个时候天将破晓，他换上了龙袍走向前殿。完颜亮开宫，金国史一片的血色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召女真皇室当时资格最老的两个亲王，曹王完颜宗敏还有葛王完颜宝上殿。这老哥俩当天还真给一块了，而且喝了一宿的酒啊，这时候也都呢是这个醉了醺醺的啊。两个醉醺醺的老完颜见到了一群杀气腾腾的小完颜啊，顺便说一下，这时候主角完颜亮这时候才27啊。完颜亮下令立即处死曹王完颜宗敏，理由就一个，这老头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亲儿子，就这一条必须宰了。白发苍苍的老王爷不甘被杀，在金殿上左右走避躲避武士，结果是夫发血肉狼藉满地，就在大殿上被当场砍死，血腥野蛮凶残，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杀戮啊。女真人这时候立国已经35年了，尽管是在尸山血海当中建立的国家，尽管灭辽寝宋俘虏了3个皇帝，但从未在哪怕是一国的宫廷中见过血。这可好，杀的自家人血流成河，当时所有人都站立着，一边害怕一边自我安慰，完颜亮也是迫不得已，既然篡位怎能不以杀止乱呢？可之后才发现这居然只是个开始。完颜亮是第4位金国皇帝，他是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直系后人，他杀了亲叔叔，除掉潜在竞争者之后，便把这个杀戮行动转向了其他的宗族啊。首先就是金太宗一族，完颜亮诬陷金太宗的子孙们，说他们谋反，派人四下追捕，把散布在广阔的金国大地上的金太宗子孙自东京留守完颜宗义以下70余人全抓起来了，一个不留全砍了，金太宗绝了后了。之后又轮到了完颜秉德，这个人是杀金熙宗的那帮人之一，位高权重，造反意志坚定，是完颜亮的好帮手，可是杀子临头啊，一样全家都得死。杀完之后人家惊醒，咦，这人原来是大太子完颜宗翰的子孙呐！好啊，那除了他全家以外，搜捕完颜宗翰的其余子嗣50多人，那就全杀了吧。到这儿，完颜宗翰绝了后了。在这一大堆尸体里，有4个人是独立的，他们是完颜廷啊，完颜亨的儿子，
完颜杨提以及呢完颜亭的两个老婆。尸山血海，按说这四不算什么，可杀了之后金国立即动荡，什么反响都有。因为他们是金兀术的独生儿子、单传孙子以及两个儿媳妇。怒的人说，这真他妈疯了，杀谁也不能杀金兀术的单传子孙，那是女真人的英雄啊。也有人报以冷笑说，这他妈就是报应。哎，当年金兀术屠兄杀弟，首开金国皇室自相残杀之端，现在也让他自己尝着滋味。完颜宗弼绝后。杀完勋贵，杀功臣，那天晚上合伙闯进金熙宗卧室的人只有三个活了下来，一个是完颜亮本人，一个是大兴国，另外一个是完颜亮的妹夫完颜坦真。大兴国升官发财，完颜亮当政期间此人稳如泰山，完颜坦真很久之后死于完颜亮的继任者之手，当时他和儿子们一起被砍头，孙子们却被保全下来了，其中有一个外孙大有来头，就是后来的金国皇帝金章宗完颜景。这是仅有的两位幸存者，其余那些人的死亡原因啊，统计如下。完颜乌达死于早退，那是个阴雨天，他觉得阴冷的天气里啊，在松软的被窝里睡觉很享受，提前回了家了，于是全家掉了脑袋。不啊，他的老婆没死，一直幸福的生活在完颜亮的后宫里。这个阿卜楚克呢，是死于一次占卜，也就是算命。说实话，这本来是当时的一件正经事，无论哪个民族谁都在做，从最文明的宋朝的远方到远方还处于混沌期的蒙古人，都是事儿事儿问鬼神，有什么错呢？可这位功臣就因此有罪了，不仅全家都死了，连尸骨都被烧成灰扔河里去了。完颜思恭更是匪夷所思啊，他之所以死，居然是因为总是向完颜亮的嫡母请安，嫡母不是亲妈，可谁让完颜亮的亲妈死得早啊，完颜亮把这位嫡母当亲妈敬着，迎接的时候亲自捧着两根大棍子，请嫡母责打，哎，以叔没有早营养之罪，你看，都这么隆重了，下属们能不跟进吗？哎，可这样居然也成了被杀的罪名了。当然了，该嫡母不久后也死在完颜亮手里了。唐古汴呢，是在完颜亮闲聊的时候出的事儿。那天完颜亮心情啊特别的好，哎，拉着唐古汴走进了金国最庄严的地方宗庙。他们在一排啊，不，也就是三个人的画像前呢转来转去，和阿骨打、金太宗、金熙宗隔着时空互相凝望。突然间呢，完颜亮像是有个大发现，惊喜的说：“哎呦，爱卿啊，你看太祖皇帝这个脸，那双大眼睛，和你怎么长这么像呢？”哎，之后唐古汴死了。总结一下啊，完颜亮杀了很多人，基本上都是男人。至于女人嘛，据说都被他收藏了。具体的情况，请参照啊明朝人写的话本小说《金海陵纵欲身亡》。里边的内容都是限制级的，哈哈，以至于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，但是呢又有金史后妃传上这个上啊与他的前后呼应。嗯，那可是正史啊，是女真人自己主编的，难道也有假吗？啊，不好说，存疑吧这个事儿哈。综上所述，完颜亮是个没有半点人性的色鬼屠夫，没错，这就是他在历史中的定位。可是啊，与这些相比，另一些事儿啊就被人们选择性的忽略了，比如说政治。完颜亮在杀人的过程当中啊，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。前面咱们提过，金熙宗把女真组织改为了汉民族的三省六部制，这很好。可是完颜亮不满意，因为还有官职制约着皇帝，他把三省六部改成了一省六部，三师三公等职务呢都成了虚衔啊，元帅府、都元帅也都撤销了，军权由皇帝直接掌握。这是政治。再说文化，公正的讲，完颜亮是一位文学天才，他是整个金国乃至后世的大清所有皇族当中最杰出的一位诗人。他的诗性啊是灵动的，他的思维是飞跃的，他的表现是豪迈的，但以天赋论，哪怕在宋朝也是一等一的诗才。他啊曾经有言啊说：“大饼若在手，清风满天下。”啊，他也曾做过一首啊《念奴娇·雪》，说：“天丁震怒，掀翻银海，散乱珠箔。”六出奇花飞滚滚，平田了山中丘壑，浩虎癫狂，素林猖獗，撤断珍珠锁，玉龙酣战，鳞甲满天飘落，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将立，高带沾起脚，射映葛毛，光摇剑戟，杀气横容目，匹虎豪雄偏匹真勇，飞羽谈兵略，许拼一醉看取碧空寥落。他也曾经说，生有三志，
一、国家大事尽出吾手；二、率师伐国，知其军长问罪于前；三、得天下绝色而弃之。难道这不是男人赏心之乐事吗？完颜亮的气魄在另一件事上体现得更加的强大，那就是宗教。自古以来啊，宗教无官方之肯定不兴，而官方在危急或虚弱关头也总是求助于宗教，两者看似相互依存，可是矛盾也会时刻的发生。历史证明，只有强有力的君主才敢于俯视宗教，使国民从心灵到肉体都服务于国家。比如后周世宗柴荣、宋朝开国之主赵匡胤，他们都是在宗教神旨面前高昂着头颅的人。而像宋真宗赵恒、梁武帝萧衍之流，那就等而下之了。完颜亮这个在历史里毁多欲少的色鬼屠夫皇帝，却偏偏在这方面非常像一位雄主。在公元1155年左右啊，磁州有一位大德高僧法宝要外出远游，这是当地文化界佛学界一件大事。毫不夸张地说啊，这位高僧大德的远去呢，会使当地宗教界的浓郁神圣气息啊淡化许多。很多人去挽留，包括金国的几位顶级大臣，这些人跪在庙里边虔诚地向这个法宝呢磕头，请他老人家无论如何别走啊，常驻息于此，弘法立生。法宝还没决定什么，完颜亮火了，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员上朝，把当事人抓到现场，问那些个大臣还有法宝：卿等到寺庙，和尚高居正坐，卿等侧坐于旁，有跪拜起流，殊无大臣风范，如欲跪拜，上有君王，下有公卿，岂有向和尚屈膝之礼？你们拜什么呢？啊！这些官每人各打28大板，法宝和尚是主角，允许他当庭陈述，可惜他软了，占据不知所为。完颜亮一笑，哼，拉下去，给他加10倍。200大板过后，法宝和尚的老屁股烂了，估计短时期内哪儿去不了了。以上这些都是个人品味啊，公平的说，当皇帝有这些很好，没这些也正常。那么看完颜亮的本职工作干得怎么样？上位之后，完颜亮最重大的决定是迁都。金国呀，自崛起之后迅速发展，这才过了十几年，已经是超级大国。可是连续三任皇帝，都城居然还是上京会宁，就是今天黑龙江阿城。当帝国的版图已经延伸至了淮水北岸的时候，他的政治中心还在遥远的东北老家。说实话，这有点这个啊，太落后了。别的不说，一个命令传达至国土边缘，得用多长时间？说迁都在中国的古代是件让人发疯的事情，赞同的人各种招数用尽，把利大于弊说得头头是道，可惜得不到认同。而反对的人更是绝望啊，他们只想过从前一样的生活，这有什么错吗？为什么连起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呢？那两方面的人都痛不欲生，其难度就像你做了整套的最新款橱柜，可你的祖母大人就是要留着他年轻时候实木制成的老碗柜架子，不给腾地方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完颜亮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办法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